为了慰劳三名晋级选手，杰伦现场大秀魔技，牛奶一罐变三杯。啊，优酸乳，然后是刚刚，我请助理帮我剪过的。啊哈，这边剪的我比较好，比较容易带。是。然后仔细看啊，仔细看。你只带了一罐来吗？只带一罐，感觉有点小气，但是呢，因为三个才带一罐，他刚刚只有给我一罐而已，至少要给三罐 啊。对，没关系，我把它变出来好了。怎么可能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哎，这一面比较好，因为里面有照片。对对对对对，了解。对对对对，一罐牛奶变三个，对，仔细看一下，仔细看一下。好，现在把这个普通的牛奶，对，好，好，满了一杯，我放在这边啊，就一杯嘛，对，一杯而已，但是没关系，那再倒也是一杯啊，对，哦哦哦，啊啊，变大了，变大了，啊，这杯子不一样大，继续，但是是不一样大小的，很快的把它，变更大。啊、哦，再来了！什么？啊、再来啊！这还可以再大吗？还可以再大。哇！哦、之前这么一小杯，马上变大，但是呢，变大啊！我觉得要把它还原，好不好？再还原。对，再还原，仔细看啊，仔细看啊。OK。怎么样还原呢？对啊。啊、哦，其实有点紧张啊。啊。啊，哎呦，这个镜头一直这么紧，哎，可以远一点对着我，会有点紧张。OK， 那可以帮我拿一下这个吗？当然，要挡住观众的视线是吧？当然，好来啊，好吧，你觉得这是难度最大的？好，变过去容易，变回来很困难啊。哇，哎呀，倒满一杯、哎、，OK， 接下来，哇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分了。倒满两杯，哇，满满满满的两杯，哇，刚刚好，啊，有三杯了，就可以分给三个人了，可以给三个人了 ，OK， 这就是你带来的礼物，对吗？不错吧？当然当然，掌声为周杰伦再鼓励一下，来，哇。哇，从这一小杯居然可以变成三大杯，对对对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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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所以以后呢，啊、哦、啊哈，买一个送三个，对对对对谢谢，再次掌声，谢谢周杰伦。